开饭了哈，今天吃的是麻辣小龙虾，这个虾属实是真小。先来一个虾。味道真的很霸道，朋友们。这个是蛋，这道菜的名字我就命名为虾扯蛋。老人、小孩、孕妇都可以吃哈，八四版。你们一定去看老邱的直播回放。今天呢，照着我的方法做，如果不好吃，你坐飞机来打我。刚刚做熟的，这是。以后我就把制作教程一下拍出来，主要是现在没手机，只有一个。来口辣椒，嗯，我眼睛去，哎呀，